唔使佢，你讲咩啊？喂，阿仔，你搞咩啊？啊，而家人哋教授俾面你啊，你仲谂住去搞啲乜鬼嘢？嗰啲研究啊，嘥时间。3年啦，你同你啲同学，你睇下你啲同学唔喺中环翻工，就喺外国深造，睇下你有咩出息啊？我呢几年喺出面打散工，都冇问过屋企攞钱。喂！ 讲到尾你系大学生嚟噶，如果你再系咁搞落去，你好快30岁啦，到时候一事无成，我睇你点死。阿仔啊，其实咧，我同齐仔啊，老豆老母咧都讲过晒噶啦，我哋咧就希望你哋细嘅就稳稳阵阵，健健康康，你话好唔好啊？阿妈，我唔单止系为咗赚钱噶。 我做智能手表系为咗社区嘅老人家，我想做嘅系有意义嘅事。有咩意义啊？我话你听，你呢啲叫绿云亭睇上，唔衰自己攞嚟衰啊！我以前做生意啊，衰咩啊？就系因为太燥。我唔会好似你咁噶。咩啊？唔好嬲啊，老豆，唔好嬲啊，唔好嬲啊，阿仔。 这些是符合申请要求的团队以及个人。这些，他们的创业可行性报告啊，不太规范，有几个就是比较的技术类报告。像这个智能健康监测手表啊，像这样的研发领域，同质化，就算这次能被选上，也不一定过得了路演。我们啊，这次啊，就负责扔骰子，具体骰扔成几个点，骰子说了算。到时全都扔到那个锅里头。28号，去香港参加复试，答案很快就会揭晓的。你好。 啊！不要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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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好，嚟。你哋点解唔攞自己做实验啊？我哋喺自己身上做过实验，但系仲需要老年人嘅数据啊嘛。咁咪即系当我白老鼠？唔会要你爸爸帮手嘅。 好啦，放松啲，嗯 ，relax， 玩你哋咋？佩姐啊，你都一把年纪啦，仲白癜，唉。 唔好整蛊啦，佩姐。真噶。落地啦。180秒。汉迪，喺度。好。 各位评委大家好啊！今日我给大家带来嘅系一款智能吹风机，是一种特殊中药提取技术。如果研发成功，无论喺厨房或者系天棚，每一个居民都可以开辟出一个小小嘅菜园。鸡生小，现在年轻人啊，肯定爱惨它。啊，仲有啊，吹风机仲可以 K 局，仲可以斗埋地主添，系咪好得意啊？我要 PPT。嗯，好，我们了解了。